亲爱的观众朋友，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我们又一次相聚到上海逸夫舞台。今天晚上逸夫舞台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一次成为了我们粤剧迷关注的焦点，欢乐的海洋。没错，因为今天晚上呢，即将举行的就是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手上海粤剧院共同主办的粤女十姐妹粤女争锋金奖演唱会。那么作为我们新娱乐的品牌活动呢，在今天的演唱会上，我们的新粤女十姐妹啊，不仅将一一登场，把他们最拿手的精彩曲目奉献给在座的各位，而且呢还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演员也将加盟到我们的演唱会当中，积极助演，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粤女们。对，不久前呢，我们举办了轰轰烈烈的粤女争锋电视大赛，现在比赛结束了，可是这影响力啊非常持久。现在我碰到观众还在说，哎，老叶啊，这个最近粤女有什么活动吗？你们要让他们经常演出啊。对，你看你多热情啊。所以请你们放心，我们的粤剧界同仁一定会创造更多的舞台实践机会，让他们不断地磨练自己，从稚嫩到成熟，从成熟到成功。啊，说得太好了，叶老师。我想这所有的一切呢，我觉得非常离不开我们在座的各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的鼎力支持。所以在这儿呢，叶老师和我也代表我们今天所有的粤女们给大家拜一个早年，衷心的祝大家万事如意，开门大吉。这个其实啊，钱宇文呐，你要是学粤剧的话，哦，凭你这身段，嗯，扮相，嗯，嗓音，怎么也挤进这粤女十姐妹了，是吧？小九妹，哦，小九妹，这个你说到这个开门大吉呀、啊嗯，开门大吉就是头炮要打响，对，一炮打响，所以今天我们演唱会也是这样，嗯、头炮要打响。好，啊，我们首先请出的是少年持重的张海老生，对，也是我们金奖的前三甲，哪位？哪位？说响点儿。好，吴群，吴群，说到这个吴群太厉害了，大家有目共睹 穿上戏装就是活脱脱一个稳重的老生，是，哎，脱下了戏装呢，又是一个娇滴滴的柔媚女生了，双面娇娃。对，那今天吴群给大家带来什么戏呢？叶老师，他要和我们粤女争锋的银奖得主，大家非常喜爱的范派小生王如桑为我们演唱《李蛙传》里的七江泽子，大家欢迎。一定要我老奴教你的话说呀，中了，要是弟弟他不相信我的话呢？是有老奴谁帮与你帮衬的吗？啊，哎呀，我实在是怕得很呐！不要怕，有怕，有我在，有我在。回来了，家爷，大相公回来了。
中了，你怎么讲？大相公回来了啊！哦，我儿回来了。是啊，我儿在哪里呀、啊？我儿在哪里呀、啊？一帮鬼子你！啊！走，我命令今早大相，你怎么讲在古老街？他是有事我家大相公啊！他就是你家大相公。是啊，你在哪里找到的？东门大街。是个什么素材？哦，是个非常年老的素材，非常年老的素材呀。下跪无罪，不孝儿，你为我，你竟然为我一个不抬起头来，孩儿不光抬头，你抬起头来，你抬起头来呀，你你。
年初你不在身，他如果有才有貌的素相遇，本难得他病情若艰辛见证，明国王一年这女儿丢下山门，囊中紧紧抱儿郎，他其实是官太不过我变心，一场流去回城，为了儿他愿惜自归去红尘啊。难道你还想娶阿伟妻？用人不可再接亲近，进可不靠，你万可再等下苦。世间你迷恋烟花女子，今晚想娶她为妻，你把我城门王座赐予何庭烟？我怎么轻怕说家教之人思想理你平等等，不为人一生独断真，时时可以得归身，长生素在你吧。请你的
我们的粤女啊，是怎么看的，都是功夫扎实，气度不凡、嗯、啊。特别是这位吴群呐、啊，哎，你看他怎么把老生演的入木三分呢？就是一个女孩子啊，他平时走路他。这也是这么走吗？叶老师挺逗，你是不是觉得他台上演老生演的那么好、啊、是不是台下肯定也是有点假小子的，就是怎么可能演的那么好呢？告诉你、啊、吴群其实非但不是假小子、啊、而且他还很有女人味呢。是吗？哎，大家都知道在决赛的时候他的一段这个西班牙舞当场迷倒了不少男生啊，这杀伤力这么强。对，大家说对不对？对啊、嗯、那么你就改名不要叫吴群了，叫什么？叫无敌就可以了。魅力无敌，太好了。还是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是，那这个接下来请出的这一位呢，也是花了不少的功夫，刚刚生完一对双胞胎，马上回到了这个越剧舞台上，而且据说呢是嗓子更加的亮堂了。嗯，那么这一位大家说是谁啊？我想对哟、啊，已经有朋友已经说出他的名字了，就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徐派小生杨廷娜。那么今天呢，他将和越女新秀陈慧迪共同带来一段小宴，掌声送给他们两位。两情深，解决了表扬无心，小弟妹一看尽心头。
吕布冒昧，我们小姐倾城几何？二八年望，二八年望，真诚妙丽，可曾续亲梦？这必曾续亲？小姐，可知诗经所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去。唉，此事必与英勇。哦，这英勇啊！小弟，相安吕布，自出世以来。其为正乾坤，安吕布可算英雄吗？问儿吗？神宗吕布天下无双，实在是英勇也。女子英勇，休怪休怪是我，小姐
杨廷娜演唱的徐玉兰老师的徐派，我再一次感受到徐派唱腔高，实在是高。好，确实这个声音也高，技巧也高啊。没错，我在想，如果让徐玉兰老师跟那个帕瓦罗蒂站在一块唱啊，他们谁声音高啊？哟，叶老师啊，你怎么那么有想象力啊？就是，哎，不过让我想想哈，如果真的要这样比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徐派高。哦，为什么？你说说。你看那么多观众支持我。哎，我是有道理的，大家听我说说。这个道理啊，帕瓦罗蒂啊，男高音嘛，他最多也就唱到一个 high C 了。没错。但是咱们徐派啊，上不封顶，我就至少能唱 high G 和 high H， 对不对？有吗？这个。反正用北京话说就是嗨去了，嗨了去了。这个听了高亢的，我们再来听点委婉的。好的，那么其实尹桂芳老师创立的这个尹派呢，我们用上海话说就是委婉特努。对。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来再次的聆听一下尹派的委婉流畅。为大家请出的同样也是我们这次金奖的获得者，来自福建芳华越剧团的著名的尹派小生陈立宇，为您带来一段探月，掌声欢迎。玉立。你到底在哪里？
陈丽宇的演唱再现了尹桂芳老师的风采，其实我很钦佩尹桂芳老师啊，他在江浙沪以外的地方播下了粤剧的种子，今天开花了，结果了。那么在上一个粤剧百年当中呢，包括尹桂芳老师在内的众多前辈艺术家，他们辛勤耕耘，开创了粤剧繁花似锦的局面。如今在下一个粤剧辉煌的百年当中，传承与创新的任务又落到了年轻的粤女们的身上。从这方面一讲，我们这粤女争锋啊，确实做了一件好事。对，时代在发展，我们粤剧要继承，靠谁呢？就要靠我们的青年人。嗯，对。那这个年轻人当中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年轻的粤女们，我觉得我们尤其不能忘记为男女合演、为粤剧的发展同样付出了巨大奉献的我们的男演员们，我们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嘛。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上海粤剧院的著名陆派小生、东方戏剧之星徐彪新和金奖获得者、来自绍兴小槐花的副派花旦董建红来做一个全新的搭档，为大家带来特别经典的情探选段，掌声欢迎。
娘自家分内，上有那棕榈长长俏花妩媚，西京小情侣对有名字定是我那夫人今夜备了上好的酒菜与下官赏月，想是等不及亲自接我来了。画面叫开门的是哪一个啊？是我啊。你是谁呀？我嘛，谁是我啊？哦，是傅什么？真是。哦，是我，我说是夫人来了么？开门、哦、来了，来了。这正是闭门不知风月好，开门迎得官配来呀。今夜月色最好，虽是风大了兮，将灯都吹灭了。吹灭了也好，记得你我夫妻在雷阳的时期，不是时常吹灯烧月么？哎呀呀，夫人休要失笑，你什么时候一人到过雷阳嘞？夫人请啊。夫人请哪、啊啊、曹员公，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我夫妻雷阳两宅相亲相爱，难道先不记得了我啊？当归当归
是桂英。你不是叫桂英吗？正是为妻母王。那黄宗宗来阳为了一道，你救了我的祖宗，就在黑人庙内死于生死了啊！啊，那是他传错了，我不曾死。你不认识？不曾死。当真？当真。果然？果然不曾死。王郎请来看，我不分明是你的鬼影魔。那么你千里迢迢是怎样来的？千里迢迢王郎来的，难道我谁来不得吗？你来做什么？一来奉是郎君告状，他来何事呀？四个半年往后的什么事呀？还来吗？那我与王郎送雅房来了。雅房？什么雅房？哎呀呀，王郎啊！牵挂一生梦想，一空你雪地在复发，我是千里迢迢来送从未再发，雅房不用了。什么？雅房不用了？桂英，你，还是回去吧。并非我存心否你，实是为师所迫，出于无奈。你，回去吧。王
鬼影千山万岁已经艰险而来，你却舍了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心的女子，你咋在此？要是被我那夫人知道，那忘得了啊！忘了？记得我与郎君当日相爱，死不再见。我曾随宝儿的当妈，姐妹们的吉祥。如今王郎告状，为妻翻遭休妻。蒙受委屈，不要是宝儿的灾难难堪，谁是那些姐妹们也为一个一个奚落于我。试探不明，冷落烟花，我只与王郎与我在府上赴一往死去。孤苦伶仃少情人，
许我此生常把你拥艳阳，也好似雨过草的雨阳光你转到江心那位人啊，为应好苦啊，宁起再起我已有才，更何况将起坐起谁家一等，不必多言，你咋再不委屈，我是要分你个毛人关情私藏相夫之争。记得你上京之事，我曾你亲自一律，至今还在身旁吗？这是你的头发，我又能有算在你？肉算在吗？我是对你讲了，那肉算在已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喜了。你啥要为民每一个金地也就死了，哎呦算了，是我爹爹的衣服不像你，你呀不必多言，今年把你五十两所谓来养去吧。贵人已是富家可贵的身量，那么今年黄金五十两是连门屋去吧。叫贵义在楼风尘吗？你的余生何生啊？哎呀贵义，今生是我负了你，要与你来生这就是路从今不生，我强不行，我得替命死。
刚才我私吞了你半天身子王，你有半天身子我就饶你不死，不想你竟私自丧尽天良。哎呀桂英，你不要来想我，我明日去请那名声高道超度于你早生天家。我不要早生天家，我是来找你为来阳去的。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啊。为何不行？现在我是人，你是鬼呀、啊。不要有心，我分身归娘。这出戏呢，要求演员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是全面考验演员综合实力的一出戏。对，建宏作为一位青年演员确实不易啊。刚才你说他是什么团呢？他是来自我们越剧界的一朵奇葩，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绍兴小百花，哎，简称绍百。少柏，对、啊、少柏确实出人才啊，听说他们从小就是军事化的管理，很严格啊、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而且呢这个绍兴小百花确实是人才济济，这次在这个越女争锋大奖赛当中呢，他们也是成绩斐然啊。接下来朋友们，我们请上台来的同样也是来自于绍兴小百花，同样也是一位金奖获得者，他就是优秀的引派传人，台上成熟洒脱，台下活泼可爱的张玲。好，张玲演唱的是一十八，我们欢迎。苏家庄风影腾，无心欢喜，不变更，
八里香送到长营。你素抹掉不自信，应不自
上张琳在唱啊，观众在鼓掌，我在想这影派唱腔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叶老师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影派唱腔啊，它脍炙人口，它是以字制腔，以情代声，听起来是优美舒展，伶俐酣畅，行家呀。叶老师说的句句在理啊，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那话又说回来了，越剧啊，好就好在百花齐放，美就美在流派纷呈，各家门派它自有千秋，自有特色，自有粉丝一大群呢、啊。哎呦，是吧？叶老师很逗哈、
对啊，那我们听罢刚才这个委婉动听的这个引派，叶老师，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高亢激越的徐派，好不好？嗯嗯，这个比这个嗨 C 还要高的这个徐派。对对，好。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呢，同样也是位金奖获得者，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徐派小生李路燕。对，有印象，因为比赛时候我也来主持了。嗯，长着一双大眼睛，有一副好嗓子。今天我们就请他和同样长着一堆水汪汪大眼睛的著名副派花旦陈颖为我们演唱《真假驸马》。好，有请四只大眼睛。没有想到，就是一生真正回来，叶家人竟对我是此地冷落。驸马，我公子，莫非你有那言之意？驸马有所不知，只因你丢下咸阳，秦家人都当作你死了，再也不会回来，所以娘孩的文中冒用你的名讳，做了长远驸马。什么？冒用我的名讳做了驸马？哎呀，难道这上元驸马也是可以冒名顶替的吗？啊，驸马。下不安静
是回应交加痛在心，是婆母喜欢忙乱上一趟，女儿的父亲不管不公啊你，为报东京啊门庭在你的讨价一起生，在外加班是否幸福你曾意所少分，想不到真真假假句是奈啊我把我负你是家臣啊。
叶老师啊，你发现没有，刚才我们推出的这些组合呢，基本上都是一位金奖获得者加一位粤剧名家，或者呢是一位金奖获得者加一位粤剧新秀。对，但是接下来啊，观众朋友可要注意了，我们推出的是一对金奖组合啊、嗯哦，合金，那就分量更重了，对，不同凡响、啊。而且这两位呢，都是这次粤女争锋当中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这个选手。他们两位同样呢，都是来自于浙江小百花，一位是吕派花旦张艺清，一位呢是尹派小生李湘文。今天联袂送上一段《春香传》爱歌，掌声有请。
丞相，我们何不定古八年？八年之后，你我都变作什么呢？丞相，你听，这钟声好像在轻哄我们，在轻哄我们。强强联手，满台是金呢。对，更可贵的是我们浙江小百花，简称浙百。对，不光是剧团有这个创新精神，而且我觉得每位演员呢也都有创新精神。嗯，是不是？你看刚才我们报幕的时候，一个是宫吕派，一个是宫颖派啊，但是他们唱的好像一个是王派，一个是徐派。哎，对对，您听出来了啊？这个徐王派，而且听刚才观众朋友给那么多喝彩声，就知道这个徐王刘派还唱的真是地道。所以呢，艺术不仅贵在坚持，同样也贵在创新。嗯、没错，我想大家都记得1947年老一辈的越剧师姐妹啊，排演了划时代的《山河恋》。今天我们新一代的越剧
剧师姐们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赶拍新编的情戏《山河恋》。那好的，在今天的金奖演唱会上呢，我们特邀了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华怡清和上海越剧院的金奖引派小生王青联袂为大家演唱当年的《山河恋》送信。好，我们一起回味过去，展望未来。Yeah.
想提醒我让爱恋实心的哦也没呀、啊、我和你我想你，你不见，我你生活你不伟大，我和你说的全是非敷衍。哦爷妹啊，我是一间手。风行你李子你可否将我安利小子我是一件事中心前不久浙江小百花呢有三出大戏啊、嗯、同时进军我们上海。哎、这三出戏呢充满了突破传统力求创新的意识。哎这三出大戏呢我还都去看了是春琴呐、啊、还有新版的梁祝还有这个藏书之家。对、啊、觉得怎么样看了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舞台啊我觉得非常的新颖布置的、啊、而且形式感很强、啊、我觉得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欣赏口味吧。对你是代表了这个年轻观众的心声 啊,、嗯、啊那么有些老戏迷呢也有点意见。哦有什么意见认为这个越剧啊、嗯、有点太时尚化太音乐剧化。啊，有些戏呢也删改的比较厉害，看起来有点不太习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争论是好事，起码大家的注意力啊又集中到我们的粤剧上了。好，那么既然是这样呢，今天我们的压轴大戏呢，就让我们一起回归一下传统，好不好？献给大家经典的《梁祝楼台会》，为大家特邀了来自绍兴小百花的范派小生吴凤花，同时呢，也要请上台来的是我们上海粤剧院的一位金奖获得者副派花旦盛舒扬联袂为大家演绎最最经典的《楼台会》。好，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思考粤剧的未来。两兄，你我上定
来可好？好，好啊！爷们家具相对爱谁？托两兄之风也还好啊！两兄之来是路过，还是特到？与兄妹特地到此，一来与陈国大人亲握，二来向王孟丽家九妹，九妹，哎，是啊，那一日前郎考上送礼官，一日家有小九妹。亲
子君衙内，去告吏部做冤枉，他不给，请岳父土拉滚外他才。再告那藏私欺人马文才，他我的我爱妻该有罪。我一仗藏私君衙内，堂上为官是清正，只断龙来不断开。滚滚香雾，你走你应该。那马家他有才，有势，你两家不是一夫妻。但愿你靠到衙门内呀，两兄。
记得地主鸳鸯成双对，苦记得女郎织女把家教为，苦记得红桑桑来照应，苦记得观音堂前把堂盖，木叶村留下凭栏有酸菜，母子白头四母做大媒，要了相公红知己且叫人，母也曾临别亲口许久我知方有心人终能成全，刷想不到美满姻缘两兄难成对，弟弟是运了马家门，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是了马家贫，我与你两兄难成了，弟弟因过马家罪，两兄啊弟弟不能为马家死的难退，
爷们，玉兄就不怨你，你何知我怨你？一路长。
是看两块，那红的看上我早应该，那黑的看上你两三啊。